亲率大军东征伐吴，在今湖北宜昌被东吴大将陆逊火烧连营700里，刘备败退四川奉节白帝城，托孤病逝，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。1700年以后，这个谜被偶然发现，于是白帝城下瞿塘峡中又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。你是去白帝城吗？怎么了？哎呀，去不得呀！大家都在说，最近白帝城被邪气笼罩，去那儿的人恐有血光之灾呀！哈哈，别人去不得，我去得。谢谢。哈哈哈！白帝高为三峡镇，瞿塘险过，拜劳官。来来，挂这个人，哎，挂好挂好啊，挂稳当点啊，到这儿来，过来啊，这次是我们凤舞帮的大生意，非同寻常，不准出半点差错。是。哎，朋友，你们能不能快点？我还有急事。爷爷抬不动了，哎，把你的包袱给我，减点分量啊！休得无礼！住手！你们想干什么？他妈的，少管闲事！谋财害命，天理难容，又偏偏被我碰上了，怎么能不管呢？好小子，你等着！姑娘，姑娘，来人止步，通报姓名。赤背堂王三爷驾到。话说这一夜，岳飞出去来了，东墙峡的绝壁上出现了三个人影，他们就是大闹风香峡的三子，王大爷，姓郭的耳聋叫郭龙子，姓蔡的绝子叫蔡瘸子，
姓年的眼瞎叫年瞎子。这三子攀上绝壁，弄下一具秦玄棺，打开了一看，嘿，棺内有一柄闪闪发亮的青铜宝剑呢，还有一张图，一张当年刘皇叔白帝托孤后葬在白帝城的墓穴图。一千多年来，关于刘备墓穴之谜被三子无意中解开，却引来杀身之祸。这为什么啊？因为当年诸葛孔明倾尽八手珍宝进葬墓中，那墓是金棺玉立，逃不了哥啊。先生您的茶。江湖豪杰为财所图，追杀三子，从此三子便在凤舞一带无影无踪。诸位，如要听老夫下回分解，且赏在下几个小钱。嗯，哎呦，茶来了。啊，您来了。抱歉抱歉，来迟了啊。多谢先生慷慨。多谢。请老先生坐下，我有话请教。好，遵命遵命。我姓刘，专程从成都来瞻仰三峡壮景，凭吊古人遗踪。不瞒老先生说，考证起来我还是刘皇叔的68代孙呢。不知先生想问什么？众人皆知刘备墓在成都武侯祠，怎么凤姐又钻出个刘备墓呢？先生难道不明白，成都武侯祠的刘备墓只是衣冠冢，刘备本人埋在何处，古来就有争论。那么三子是否真的找到了墓穴图？啊，是这样。对不起，老先生，这不是说话的地方。今天晚上我请你到宴玉楼喝酒。张小姐久等了。张小姐久等了。张姑娘，张姑娘。老人家，老人家。请三爷稍后，客人还没到齐呢。肚子饿了，老子等不及了。什么人？怎么如此无礼？三爷息怒，定是神龙家的赵飞刀驾到。赵爷，我三爷真是不懂规矩。我赵飞刀没到，你就不该动餐具。几把小刀该下老子。二位不必争斗，你们都是来谈生意的，生意才是大事。阿弥陀佛，恕是方丈。恕贫僧来迟。他是谁？阿弥游僧寿石方丈。没听说过。哼，什么世道，和尚也做起生意来。罪过罪过，贫僧乃受一位老友所托。哎呀，就凭你那点三脚猫的本事，也配来做这笔生意？你还请了谁？还有一位陪到啊，请坐。李先生，你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来，慢走。李先生，你到了。您请的客人已经在楼上等候了。这儿再来半斤酒。哎呦，谢谢您了。
慢。重庆金叶堂，陈大少到。啊，欢迎欢迎。请。现在人已到齐，诸位彼此都是朋友，就用不着我再引荐了吧？啊，的确用不着，我们本来就不是来交朋友的，就算本来是朋友，为了这笔生意也不是朋友了。天下总算还有个明白人，现在人既已到齐，货呢？当然有货，只不过什么？我们凤舞帮做生意一向规规矩矩，讲究的是童叟无欺，现金交易。好，赤贝老三和神龙飞刀都是财雄势大，看来这笔生意不愁做不成了。哎，你呢？这些银票任何时候都可以兑现，贫僧不敢跟二位绿林豪杰夸父，不过贫僧可以保证这些银票不是打家行窃拦路抢劫来的。混蛋，你敢骂我是混蛋？如今这世道官匪难分，我这又不立贞节牌坊，赵兄你何必动怒呢？只是这笔生意总不能分开做吧？我想听听金叶堂的少主人意下如何呢？姓陈的，你聋了？我没聋，只是懒得动脑筋。你有多少金子？你已经看过了吗？在哪儿？我说出来的就是金子。所以你说多少就是多少。不错。我若出价十万，你就说十万零一百。你果然是个明白人。嗯。嗯。陈大少果然身手不凡，我想问一句，是你保护他还是他保护你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一向懒得动脑筋。算了，这次我受本帮四爷的重托做这笔生意，既然大家已经把现金带来了，现在不妨去看货吧。啊，不错，还是先看货的好，说不定我还不肯出价呢。诸位，请随我来啊。请。这是本帮的秘密宝库，很少有人知道。从这儿开始，里面一共有13道机关埋伏，我可以保证世上无能通过。到了。你们看黑鱼。Yeah.
真见鬼，一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。妈，我说过这里面机关重重，他们要想进来谈何容易。咱们带上货，跟我从暗道出去。知道什么？知道谁在吸引你？啊，是他，一定是他偷走的，一定是他偷走的。你怎么忘了他是个聋子啊？哎，小姐，咱们又见面了啊！啊，小姐，我就是来要点水喝。啊，水缸已经空了，正等着装货呢。装货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！哎呦，什么人？又是你呀！你他妈少管闲事！哼，三把刀对着一个美人，我能不管吗？你是什么人？也来找水喝？谢谢你又救了我。他就是三子他闹风江峡的那个孤聋子吧？什么三子闹风江啊？我想你也是个聋子吧。二爷，我们来晚了，只怪老妖得到消息太迟。哼，我要让他们知道阁老会李二爷来了。走，上白帝城。姓刘，四月的风。啊，刘凯风。对，你真聪明。你呢？我叫张玉娘。啊，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家里逼婚，我就逃出来了。打算到哪儿去？
件礼物。谢谢你，你真是好人。谢谢，你真是个好人。这酒不太好。这叫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香儿，再拿酒来。来了。喝。他们都好像在看你。看我。你的枪。一定杀过很多人。你看我像杀过人的样子吗？你不像。谢谢你，你可真是个好人啊。也许他们怕你。也许他们怕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怕我？为什么？一笑倾人城，二笑倾人国。再厉害的刀枪，也比不上美人的一笑。那，你怕不怕呢？怕。我从小就听师父的教诲，这江湖上有三种人最难惹，和尚、乞丐，还有女人。你真可爱。给，我也送你件礼物。怎么，你看不懂吗？来来来来，咱们接着喝。你好，你好，来来。刘凯峰。西门秋。凯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凯峰。睡在这儿啊？啊，你醉得好厉害，我还以为你醒不来了呢。西门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找你找得好苦啊。哎，说来话长啊，当年从成都逃出以后，我本想到上海做点生意，可没想到在白帝城这地方碰上个老朋友，便开了这家客栈，苟且偷安呐。你变了，当年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居然也说起苟且偷安的话来。事到如此啊，还记得当年你领着我们冲出校门上街游行，高喊打倒军阀五四万岁的情景吗？老共产党
今天中午我看见你和那个姑娘喝得酩酊大醉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你也变了。是啊，我们都变了。理想抱负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太虚无了。可我还是想不到你的派头居然这么大。什么派头？那你一个人在屋里睡觉，可是屋外有那么多人替你站岗。嗯，什么人？都是些来头不小的人。究竟是谁呢？啊，你到屋外看看就知道了。嗯，你看，哥老会的李二爷，神龙家的赵飞刀，还有赤背堂的王老三都来了，好不热闹啊。嗯，怎么回事？我正想问你怎么回事。嗯，还来了些什么人？一个比一个好看，一个比一个精彩。这三个人我见过，他们是凤屋帮黑鱼四爷的杀手。黑鱼？嗯，这和尚真怪，干嘛不在屋里打坐参禅？大概六根未尽吧。你谁？哎，你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想不到这胖子的轻功还真不弱呢。他就是重庆金叶堂大名鼎鼎的陈大少。哦，哎，保镖呢？不知道，看他那熊样，最多不过是江湖中三流角色。哼，自己明明是一流的功夫，为什么要请个三流保镖？谁知道啊？也许他高兴吧。这么多人，怎么都凑到一块儿了？这本来就是个客栈，谁都可以来啊。我还是不明白。哎，我说，你没有抢他们的财路吧？我难道是强盗啊？兄弟，我劝你，你可千万别招惹他们。哼，难道我就是好惹的人吗？可他呢？他？你的那位女醉仙呢？他就在隔壁，难道你不管他的死活了？他在叫我。兄弟，你恐怕要受罪了吧？受什么罪呀？有时候受罪就是享福，享福就是受罪。嗯，究竟是享福还是受罪，恐怕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吧。啊，对。人家头疼得要命，你还笑？我没笑。你脸上虽然没笑，可心里在笑。你能看出来我心里在想什么？我不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你心里边想的不是什么好事。我看见你上午拼命想灌醉我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你原来不是个好人。我想灌醉你？现在人家头疼，你怎么治啊？你说呢？那很容易，一刀砍下他的头就治好了。什么人？没有人。是谁叫你砍我的头啊？我怕得很。你
就千万不要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。我要你陪着我。你为什么不把门关上呢？我想这死人总不是为我来的吧。不知各路英雄深夜到此有何贵干呢？二位真是好雅兴啊！朋友，我们是来找这两位的。嗯，我跟各位素昧平生。兄弟，俗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为什么现在敬我？恐怕现在不敬以后就敬不了了。黑鱼真的那么可怕吗？西门兄，听说夔州有12美景，这一回你可得带我饱览一番，我得好好领略领略夔门天下雄到底怎么个雄法。怎么忽然来了那么多可怕的人呢？我也正琢磨呢。我有。那我们赶快离开。只怕他们现在还不敢放我们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你带出去的。以后谁也不会再来麻烦我们。真的。别开枪！出去，你出去，起来！听我说。你们到这儿来，究竟想干什么？我说。
府孤城今其愁，独立飘渺白帝楼。帐里探视折水子，替月蹦空回。
僵尸这回又死了，是真的死了吗？我开枪！别杀我！别！我不过是想要回那个女人从我这儿骗走的东西。她骗走你什么东西？是一张密图。无论谁有了这张图，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为什么？你不必问，只要你放我，我就可以帮你找到这张图。既然是张姑娘骗走的，又何必要你帮我去找？因为他绝对不会对你说实话。可我不但知道他的秘密，还知道。刘开芳，你看，是我救了你。你不该杀他。你为什么不看看他的手呢？他是谁？凤舞帮的高手孙豹。孙豹？黑鱼的师弟。不错。你还是不该这么快就杀了他，我还有好多话要问他呢。你可以问我吗？黑鱼的势力那么大，他们既然是黑鱼的人，行踪又为何如此诡秘呢？因为最想要他们命的正是黑鱼啊。为什么？因为黑鱼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是在孙豹手里被人骗走的，孙豹知道黑鱼会怎么对待他，所以他带着死党易容改扮到这里。既想追回那样东西，又躲避黑鱼的追杀。你很聪明。哎，那东西真在张姑娘手里吗？这你就该去问她了。她人呢？就在外面。对着一个美人，我能不管吗？送你一样东西。谢谢你，你真是个好人。谢谢你，你真是个好人。
现在也是，只要你答应我的话。黑鱼，你就是黑鱼啊？我只是黑鱼的朋友。你知道，要在江湖中混，若没有很硬的后台，那是很难活得舒服的呀。你确实变了。是啊，那年我从成都逃出来，悲痛绝望之下，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一个人生逢乱世，豺狼当道，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一条是进这个棺材，另一条就是也去当豺狼。所以你就选了后一条路。我想很多人都会跟我同样选这条路的。无耻！我们既然曾经是好朋友，我当然也得给你指条路啊！我洗耳恭听。你可听说三子大闹风香峡，发现了一张刘备的墓穴图？我听说过，可你大概不知道，那张图已落到了凤舞帮黑鱼老四的手里，他交给孙豹让他卖掉。那张图就是一座金山，一片银海呀、啊，所以才有那么多人不惜倾家荡产来抢购。既然黑鱼得了图，为啥不开墓取宝，却要将图卖掉？埋在土里的财宝必定在土里，黑鱼只对一样东西感兴趣，现金。我还是不明白。开墓取宝不仅工程浩大，而且必定惹来四方人马，免不了要为抢宝而厮杀。凤舞帮势力再大，也挡不住天下，所以不如卖了图，大大捞一笔更糊涂。还有，这张图其实是祸水，谁得到它都将会引来一场恶斗。凤舞帮坐山观虎斗，瞧准浑水摸鱼的机会，说不定最后开幕的人还是我们。好有心计的黑鱼呀、啊！只可惜啊，操办此事的孙豹也犯了一个跟你一样的错误。哼，他也被朋友暗算了？不，他好色，不幸的是跟你一样，他也爱上了张姑娘。那姑娘实在是我见过的女人中最懂得骗男人的，男人要是遇上他不上吊也得跳河呀。你是说是张姑娘偷走了那张图？这怎么可能？只要世上还有空床，女人就能得到她想要的。你撒谎！你别装糊涂了，现在那张图就在你的手里。在我手里？那天在西阁酒店，他可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交给你的。一叫倾人城，二叫倾人国，再厉害的刀枪也比不上美人的一笑。给，我也送你一件礼物。啊，怎么你看不懂？原来是这样啊。还有，你别忘了，刚才你让我照顾他，他什么都对我讲了。他讲什么？哼，我若要人讲话，连死人也得开口。哼，
天哪，我真上当了。所以我要给你指条路，你犯不着为那女人当替死鬼。我若不想说话，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撬开我的口。这一天一夜你没去别的地方，这屋子里我已经找遍了，现在我只有在你身上找了。难怪你的枪比别人厉害，原来枪柄是空的。我要是你，也会把宝贝藏在我一握住别人就会吓得发抖的地方啊。地上也能杀人。我再来试试。哼，我知道这把刀永远不会砍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脖子上挂着一样你想要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一张图。张姑娘手里，不过我可以带你们去找她。你又想耍滑头？若不是你护着那个女人，图我们早就得到了。是啊，要找张姑娘也用不着你带路。姓刘的，你的枪法不错，你尝尝我的枪法。少说废话，快干掉他，别让那姑娘跑了。一二妈。各位请看，我手里拿的是什么。站住。你们若要过来，我就把这图烧掉。你真舍得烧了？我若死了，要它还有何用？姑娘方宗突然不见，在下着急得很，想不到姑娘又飘然而至。还是陈大少说话温柔有礼。承蒙姑娘这样的家人夸奖，在下真是三生有幸啊。这又不是今夜谈客厅，少废话。没想到哥老会的李二爷原来是个大老粗，女人最爱听的就是废话。把我说高兴了，没准儿我会把这个图送给你们。只不过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是想看我那位朋友。我的手已经举酸了，若是不小心烧掉一只脚，那也是麻烦的。看朋友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姑娘请过来吧。不行，你们得推到院子那边我才敢进去。然后呢？有这么多人在外边，我还会跟他做什么事吗？只不过看看他，跟他说两句话就出来。你们也正好趁这个机会商量一下谁来拿这个东西。好，你好。
好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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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。姑娘，请吧。你来干什么？真的不知道我来干什么。你来救我，因为你是我的朋友，就像西门秋一样。我本来可以溜走的，若不是为了你，我为什么要来？陈大少，你言而无信啊！你为什么言而无信？你说清楚。说啊，说你当初怎么说的？说啊，清楚，说清楚。我向来是言而有信的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我虽然答应了你们，托归你们凤无帮，可是……可是什么？有人不答应。嗯，谁敢？我。你们刚才不是都同意了吗？刚才图还没到手，现在可就不同了。图纸未必能到你们手里，黑云四野马上就到，我们死了，你们也别想活的。黑云四野为我们报仇啊！好快的枪啊。你的刀也很准吗？听说黑鱼也喜欢用绳子杀人呢。什么意思？他们明明是被孙豹杀了的，黑鱼为什么要报复我们呢？啊？说得好。那么你说下一个该轮到谁了？饭锅里的茄子先捡软的挑，你们谁懂这句话啊？我懂，所以我神龙飞刀已跟哥老会的李二爷结为兄弟了。王三爷下一个该是谁你明白了？你再有过为人，你别人结拜喝血酒，我们喝的却是茶。可笑这家伙有眼无珠。和尚出家无酒无茶，下一个是不是轮到他了？这秃驴倒是个机灵人。怎么说，下一个
该轮到我了。三爷，你说呢？赤贝堂和金叶堂结盟已经三年了，你一点不知道啊？我是个守口如瓶的人。我也是。天哪！他们又中了你的圈套了。所以你也应该对我笑笑。你真是红绿老妖吗？好一对有情人，我叫你们鱼死狗断。玉娘，玉娘，老人家，你是谁呀？年瞎子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他们到处追杀你。我知道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我并没有完全瞎。是我那两个老兄弟开玩笑叫的。老人家，现在我总算为他们报了仇啊！快快快，小子！刚才我都听见了，看见了，否则你们俩就差点成了我枪下的冤鬼了。谢谢你，老人家。这才是那张真正的刘备墓穴图，我留着已经没有用了。你们是好人，带上他快点走吧。老人家，快！苍天无眼，这图为什么偏偏在这乱世中出现呢？老人家，你们把它好好擦，等到太平盛世，就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我刘开封是以生命保护这图，待到太平盛世，我一定把它交还给魁的父老乡亲。老人家，快！
图交出来，饶你们不死。快交出来、哎、怎么样，快、哎不一样，你是个正人君子嘛，这卷图乃是国家的珍宝，你该把它交给我们政府才对。什么政府？你算哪家政府？你们这群军阀连年混战，割据为王，横征暴敛，好好一个天府之国被你们糟蹋得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，还有脸自称政府？就说你阮团长吧，驻军夔州不过半年，你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，连夔州中学的教学仪器都你抢走了，你还嫌不够吗？你上凯峰一娘让你动人的一笑，我已经笑不出来了，而且现在笑也没用了。云娘，在最后就笑一次吧。一分钟，快把图交出来。白帝城中云出门，白帝城下雨翻本，高江急峡雷霆斗，古木苍腾日月昏，不如归马邑，千家金油百家存，哀哀寡妇朱求尽，痛哭秋园何处存。台长刘备墓穴图就这样得而复失，直到今天，人们还在苦苦寻找。